died, I go home. What the fuck? Hey, hi, 大家好啊！欢迎翻嚟《识条铁》啊！继续有我康师傅同埋 Michael。Hello, everybody。咁啊，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要同大家讲嘅咧，就系我哋上个星期就冇出到《识条铁》啦，咁非常之抱歉嘅。咁原因咧，其实有几项原因嘅。咁啊，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我用错咪录啦，咁所以咧上一集。我录咗，即系我哋系录咗噶啦上一集，不过我把声系非常之难听嘅，即系我用咗我支旧麦啦，咁所以系劲低质素，大家听唔清楚讲嘢。系你旧麦啊，定系啊？嗰支系我嘅webcam 嗰个内置麦嚟嘅，所以系非常之 rubbish。Oh, OK， 嗰支亦都系我未买新麦之前嘅麦 quality 嚟嘅，所以啊。Okay. 如果大家抄翻啲黑历史嘅话，可以听到个质素到底有几差。其实就唔系话差好多，只不过系你距离支麦比较远，所以就听落去比较好似比较差咯。哦，其实个支麦喺我隔篱。吓，系啊，咁所以咧，点解好似好远？我唔知佢到底系点样运作，不过唔好理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啦。唔系呢个唔系最大原因嚟嘅。最大原因是我剪得好慢啊！吓咁样，我第一次，即系咧以往嘅集数其实系阿 Michael 剪嘅。咁因为佢上个礼拜咧就唔得闲啦，咁啊佢话啊交俾你啦，啊我唔知道啊。咁咧我系点讲咧？即系我自己调录音咧就大家听嘅时候咧，应该阿 Michael 写得很好嘅。但系咧其实我自己睇翻咧。是一分钟起码要剪五六次的来教那个声音，所以呢是很爽快的。那我是没搞定了。是啦，即是过了 deadline 都未交到货基本上。嗯、所以就我想着索性不如我们再录多次了。所以呢今集的识条铁将会是很特别的，因为呢我们会尝试讲一些上一集我们讲了有几有趣的东西，那夹杂住一些新的东西。咁、啊，所以呢、這个我哋，冇错，大家唔会知道边啲讲咗嘅。系，我哋净系会讲啲最好嗰啲嘢出嚟。anyway， 咁咧上一集识唔系叫上一集识条铁啊，即系 delete 咗嘅嗰一集识条铁咧，就隐藏版。系啊，呢、這个系叫咩版好啊？嗰、那个即系 secret episode。哇，系咪啲我哋唔知播够几多集可以听翻少少出嚟？哇，系、啊，哇，你冇地道啊嘛，我哋可以得闲 show 出嚟，大家可以听到几差质素。anywho 啦，我而家尝试唔讲 anyway 啊，讲 anywho， 咁有啲咩正嘢咧？嗰、那个隐藏嘅集数，咁我觉得最正咧就系、是、我哋倾下咧，因为我哋嗰、那个集数咧，我哋就主要都系讲电影嘅。咁去到有一 part 咧，我就问阿康师傅，你可唔可以即场谂个故事出嚟，你做主角嘅？咁啊，康师傅非常之创意地系谂唔到噶啦。咁于是咧，哇！我讲嘢真系好衰啊。咁咧，于是咧，我就自己作咗个故事嘅。咁我嗰几个人，咁我讲多次啦，因为康师傅都讲几个人呢个故事。个故事名系咩话？康师傅你谂到噶？神探 Michael 之自破咩 YouTube 绑架案系咪啊？咁长嘅咩？好似仲长啲添。系咪啊 ？Anyhow， 个故事就系咁样嘅。咁咧话说咧，个故事咧就系 Michael 系一个 YouTuber 啦。咁佢系一个私家侦探嚟嘅，同时间。咁佢拍啲咩片嘅咧？佢就系拍一啲片教你点样样，即系推理。嘢嘅片啦、啊，凶案现场、啊，即系你当系智力游戏片咁样样啦 ，OK， 即系教你点样可以谂嘢谂得好啲咁样样，即系呢个唔系重点啦。咁啊，总之 Michael 就好出名，好多人订阅嘅。咁其中一个订阅者咧就系、是、即系一个忠实 fans 咧就系康师傅啦。咁咧康师傅咧就成日都会即系 message 阿 Michael 嘅喺 YouTube 嗰度。咁啊 Michael 亦都成日即系交流咁样样啦。咁有一日咧康师傅就同 Michael 讲话开咗个 YouTube channel 啦，咁就叫 Michael 去支持佢嘅。咁 Michael 亦都有支持，系啦。咁咧就成日都有睇康师傅啲片嘅。咁之后突然之间咧有一排康师傅冇咗 upload 片，
哎呀，而家冇咗嗰个surprise factor 添，因为嗰阵时我讲呢句系为咗抽康师傅话好耐冇出片嘅水嘅，不过啊，唔系你而家讲一样嘅啫，咁啊系，不过而家冇咗嗰个，我都系 feel 得到。系啦，即系康师傅咧，突然之间冇出片好耐咯，咁于是咧，康师傅啲 fans 咧，同埋Michael 嘅 fans 咧，就即系觉得发生咩事咁样样咧，咁后屘咧发现即系隔咗好耐咧，康师傅终于出片啦，不过嗰一套顶我记得上一集我仲抽水抽埋讲埋你嗰套片叫咩名噶，记唔记得咩直播咩话直播重温Overwatch 嗰条啊嘛，系啊 Overwatch。喂等先，顶你我想抽多次，你等我阵，我要睇下你嗰套片叫咩名，我睇下先。康师傅 ，OK， 好 ，OK， 咁康师傅，最尾一条片咧就叫做节目重温 Overwatch Soldier 76，咁之后咧就冇出过片啦。咁到底康师傅去咗边咧？咁隔咗一排咧，康师傅突然之间 upload 翻片，咁咧系一啲好奇怪嘅片嚟嘅，咁系类似影一啲。好似无厘头嘅嘢啦，咁不过咧，经过呢个侦探，即系私家侦探 Michael 嘅研究咧，发现原来呢啲咧，系嗰啲叫咩啊 ？clues， 即系叫咩啊？线索系啦，线索嚟嘅。咁原来真正绑架咗康师傅嘅人咧，就系 James Moran 啦。你真系好狗。原来咧 ，James Moran 咧。是这个 Michael 的其中即是很喜欢 Michael 的片的。不过呢他发现呢 Michael 和康师傅就很好 friend， 于是 James Moran 就非常之妒忌，于是就决定绑架康师傅了。他就拍了一些片就放在即 upload 上康师傅的 channel 那里，就希望这个 Michael 可以即挑战 Michael 去找即救回康师傅回来这样。这个就是大概那个整个故事了。咁呢个 idea 都几正，我觉得即係利用呢个 YouTube 呢个平台呢，由一个即係绑架嘅人呢就 upload 一啲线索上个 YouTube 嗰度。咁呢个 idea 我觉得真係几正嘅。咁不过当然啦 ,James Moore， 如果你听緊嘅话就即係唔好咁教坏，我讲下笑嘅啫都係啊。即係我都係。唔排除佢迟啲真係拍出嚟。哇之后有一排康师傅冇出片，大家知咩料噶啦？系咯，嗱，大家明啊，大家明啦，大家明啊。咁其实我想讲啲咩咧？唔系，因为其实我而家咁样讲翻咧，系真系冇咗嗰个 factor 出嚟啊！因为嗰阵时我系真系即场谂噶嘛，所有嘢都冇错，即系即刻谂哦，下一步系点咧？下一步系点咧？成个故事系点咧？所以好多嘢都好 surprising 嘅。不过啊，而家讲翻出嚟就冇咗嗰个吓。系成件事就好狗嘅，即系成件事就更加狗，更加狗啊！听落去，即系唔似一个笑话，听落去你明唔明？不过啊，即系都系讲下笑啫。阿 James Moore， 你梗系唔会绑阿康师傅啦，系咪先？应该倒翻转噶嘛？真系，喂，真系讲下笑。喂 ，anyway， 喂，咁康师傅啊，你两个星期啦，我叫做呢两个星期你搞啲咩嚟啊？有冇啲咩即系特别嘢发生？冇啊，揾工咁揾工上都有少少嘢可以讲下分享下嘅。咁就其实我係想做一个 game designer 啦，我应该同你讲过下啦，我同观众都讲过下嘅。其实咁呢就我去呢个咩 JobsDB 嗰度揾下啲工啦。咁原来呢请 game designer 呢，原来每份请 game designer 嘅要求咧，都差 OK 远嘅。其实，即系我当初以为咧，我就以为啊 ，game designer 应该都系做嗰类嘢啦。但系咧，原来有啲咧系要你好精通 programming， 反而系少 design 嘅。但系有啲咧就净系要你 design， 净系写 document 嘅，就唔使你写 program 嘅。所以咧。我都睇咗好耐，我觉得咦咁得意嘅，点解有啲就净系做呢啲嘢，净系做嗰啲咁样。但系咧，佢应该有唔同部门噶嘛，一间游戏公司。系冇错，所以唔同部门请唔同嘅人都有唔同嘅要求。唔系，但系佢都系请同一个铺啫嘛。哦，可能嗰间公司嘅规模唔同啦。可能所以我就系觉得，咦，好似。几得意喎，咁得意，请同一个位置，但系做嘅嘢可以差好远嘅，原来系噶，好多嘢都系咁噶，
即係可能啲大公司佢人手比較多，咁可能佢淨係想請一啲 specific 喺即係邊度有專長嘅，即係分到少少嘢俾你做嘅啫。係啦係啦，即係你最緊要係識呢啲，咁其他嗰啲你唔使理嘅。咁或者有啲細公司咧，即係例如嗰啲 indie game 嗰啲，如果即係 indie game， 例如你乜都做曬啦，係啦，咁你基本上就乜都要做曬咯，即係好似 YouTube 咁樣樣啫嘛，係咪先？剪接又係我 YouTube 就已經係乜都你自己做曬，自編自導自演自 upload 嚇、啊，自剪添，仲要即係除非你係嗰啲乜乜 production 嗰啲咧，咁你就可以可能有一兩條友幫下你嗰啲咯。嗯，冇錯。如果唔係，你基本上都係得自己嘅。講起乜乜 production 咧？咁啊，我平时都得闲睇下 James Moran 啲片啊，即系我之前都讲过，我真系嗰几个人 James Moran 啲片，我唔知点解、因为见到佢好有哈去拍，我好中意，好欣赏。咁我最近见到佢 upload 咗一条片咧，就叫做转新 channel 啦。我心谂唔系话 James Moran， 你唔好转新 channel 啊，做得好地地。即系我 support 你呢个 channel， 点解你要转咧？咁我发现咧，佢好似啊，即系我如果我 get 错嘅话 ，James Moran 唔该你 comment 嗰度矫正翻我啊！咁我见到咧，佢就加入咗个 channel 咧，叫做我唔记得咗系乜嘢啦。总之系一个联盟咁样嘅嘢嚟嘅，咁系由几个人一起合办嘅一个合作 channel 啦。咁即系好似一个 YouTube 团队咁样啦。咁佢我入咗佢个 channel 咧，即系嗰个 channel 得一套片嘅啫，就系佢喺度揾人咯，即系揾剪接师啊，仲有咩字幕嗰啲咯？哇，正喎！你去见下，我都有意啊，几过瘾咯，我觉得。咁点解会咁讲呢？因为讲起嗰啲 production 咧，我成日都以为一定系好高 subscribe 嗰啲 channel 先至会有个 production 出嚟嘅。不过之后我谂下，其实都唔系啊，好似呢个 James Moran 嗰个新合作 channel 咁都一样可以找到人噶，最紧要所以咪就系你揾够人之后，咪可以高 subscribe。系啊，应该系倒翻转嚟谂嘅。最紧要系揾到同路人，系咪先？咁就不过其实好难，老实讲，即系嗱，我讲话我啊，我喺拍 YouTube 咁多年嚟，即系其实我都唔想自己一个噶，我都成日会问我啲 friend 话，喂，不如一齐啊？你我唔系话要你出镜，你帮下我手。拍下都好啊，即系例如你帮我揸下机啊，咁我咪轻松啲咯，唔使下下都下下啲嘢就住自己一个人，咁咪好难做噶嘛，冇人肯帮我，冇一个 friend 肯，佢话吓，即系点啊？唔识噶，我帮你，你有冇粮出翻俾我啊？哇，你咁样讲嘢，佢话梗系啦，帮你拍成日都乜咁咧？即系其实佢哋系冇兴趣呢方面咯，其实系啱啊，冇错，完全冇。即系如果稍微有兴趣咧，就唔会讲呢啲嘢嘅，咁冇办法啊！真系有啲咩人有兴趣咧？好诶，暂时都冇。咪我咯，你都冇问过我。哎呀，我讲之前啊嘛，所以其实咧，你而家有阵时喺 YouTube 睇到有啲可能有两三条一起拍嗰啲咧，即系或者好似阿熊仔头嗰啲咧，其实嗰啲系好好彩噶。你咁啱遇到有一个 friend， 仲要肯。喜欢跟你一起拍片是很难的。是啊，没错。讲起这一里呢，我上一集我也有讲过，即隐藏那一集我也有讲过，叫上个星期那一集、okay? 上个星期那一集我也有讲过，不过 6.5 集、啊、6.5集吗？不是第是 6.5 集，今集第七集嘛，我不知道自己第几集。 6.5 集呢，我就讲过，即是、如果有什么 idea 呢，我会即是 mark 低的嘛。咁我本 idea book 咧，其实有好多都比较有趣嘅故事，我想拍出嚟嘅，即系或者短剧咁样，我想拍出嚟。咁不过咧，好难揾到一个团队咧系愿意同你一起拍，亦都系唔收钱嘅。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当然我冇 budget 啦。而家出边啲，你揾得人帮你咧，就一定要俾翻。系啦，所以咧，嗱，我读电，即系我读媒体创作呢一行咧，就比较易揾啲嘅，即系啲 friend 咧，通常都系即系唔理佢哋系啦，中意拍嘢啊，唔理佢哋肯唔肯做咧，佢哋至少都会有兴趣同埋会有啲器材嘅，即系我唔使借嗰啲嘢。咁个问题就系咧，始终啊，佢哋都唔系好中意拍啲古灵精怪嘢啊，佢哋通常都系中意拍啲好认真、好认真制作、好认真嘅制作、大制作。系啦，咁不过同一时间佢哋又唔肯出钱啊。
咁即系一想一个大制作，不过又唔想出钱喎，大佬你想点啊？咁我拍唔到啲咩嘅喎，啱唔啱先？佢要喺好低成本之后有大制作，有荷里活级嘅大制作。最近有啲咩兴啊？哇！你问我成日坐喺屋企嘅，最近有啲咩？嗯，嗱，嗰啲咩 Pokemon Go 嗰啲系过噶啦，嗰啲咩玩嗰啲咩咪嗰啲又有过气啊！其实呢一排嗰啲所谓潮流咧，又系嚟得快去得快。嗯，就好似啊，仲有嗰啲咩啊？嗰只叫乜鬼啊？断片走，系又好似过咗气，系咩？我最近我个 friend 先至买完，我经过啲药房咧，见啲门口，哇，几箱几箱喺度，我心谂你卖唔晒你死，你自己翻屋企冲嚟饮啊，沟水饮，用嚟浸嗰啲蛇胆啊，系嘛？哇，系咪蛇胆啊？我见嗰啲。个樽入边有条蛇嗰啲系，唔系啊嘛？让嗰啲蛇走，佢画出嚟啫嘛？吓、啊，你未见过咩？真嘅，唔系你讲你讲，哦，你讲中药嗰啲系啊？哦，喂，你唔系无啦去试嗰啲啊？哇，你嗰边发生命案？诶、哎，冇事，冇事，唔系我嗰边，听到应该系啲人开始刮紧你出嚟啊！你失踪咗太耐啊，因为喂唔使出到嗰啲车啊。Anyway，、嗯、其实咧我、最近咧都搞一啲，即系最近我都睇咗啲几有趣嘅嘢。不过咧，我实在讲咗好多嘢今集，所以我尝试唔讲咁多。OK， 我尝试唔 OK， 或者我讲少少啦，睇下你延唔延续到啦，康师傅。咁咧最近咧。呢一两个星期呢我就延续到不是咁我哋啲话题扔落去㗎嘛係咪先。咁呢最近呢一两个星期呢我就睇緊呢个睇緊睇返呢个电竞嘅嘢啦。係咪叫电竞哇、就是、你有兴趣睇㗎竟然。电竞係咪即係嗰啲即係打机嘅比赛咁样。係呀係啦电竞嘅嘢。咁我睇啲咩呢我唔係睇 LOL 嗰啲嘢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唔係好好呢啲。即系中路行中路嗰啲，上路下路嗰啲，我麻麻地嘅。咁我睇啲咩咧？我就系睇格斗 game 嘅。即系其实电竞呢个字未兴起之前咧，我已经有睇紧噶啦。即系外国嗰啲好多年前都有噶啦嘛。咁我谂我应该2012年嗰阵已经有睇电竞格斗 game 嘅。咁我睇啲咩咧？我就系睇一只 game 叫做 MK。嗱，你唔好谂哇 MK 仔，Mortal Kombat 啊。中文叫真人快打啦，咁嗰只格斗 game 最出名咧就系佢嘅血腥啦。咁因为咧你打赢咗嗰个对手咧，你可以将佢拆骨嘅，即系真系斩个头。我知边只，斩手斩脚嗰只，咁啊非常之血腥。嗰阵咧，我初喺 YouTube 咧见到有一条呢啲片咧，我之后系咁 search 嚟睇，系咪啊？我开头都觉得好过瘾，跟之后后屘咧我自己玩埋啦。即系我由 MK 9玩起嘅，而家出到 MK 10啦，咁我就无意中发现原来有电竞呢一样嘢，咁于是我就开始睇翻啦，即系开始睇人哋嗰啲格斗 game 嘅比赛咁样样啦。咁而家咧，最近我追翻2016年嗰啲MKX 嘅格斗比赛啦，咁我发现一样嘢咧，就系非常之好睇啊！呢啲系真系非常之好睇 ，What the hell！好睇到啊！你系真系会睇到成个人咧，即系可能格斗 game， 即系我冇睇过 L O L 嗰啲啦。咁我唔知佢哋系点样样嘅。咁不过格斗 game 你知系啊，即系个节奏好快噶嘛。系啊，系咪？即系 L O L 可能一场几耐啊？一个钟使唔使？半粒钟到啦。哦，半粒钟到啦。咁呢个一场唔知99秒嘅啫嘛，通常都系。吓、啊。咁通常都唔会99秒。通常。你是 要连技的话十零秒就死的或者是的即如果我对个高手就十零秒死了当两个高手相遇的时候你是真的会看到呢
即系有阵时两条友得翻好少血咧，你唔知边个会赢噶嘛？系咪先？即系佢又挡紧佢个招咧，之后佢又想跳出嚟咧，咁啱俾人截住咗咁样样咧，你系真会成个人弹起啊！系非常之紧张刺激，系冇错，唔好意思。通常嗰啲可能有一变得翻好少血咧，但系可以连续一个年纪打轮爆厂噶嘛 ？Holy shit！ 一个年纪扣40%可以反胜噶嘛？真系非常之厉害呢、這个 M K， 即系冇唔系 M K 啊，即系基本上格斗 game 嘅所有高手啊，真系好犀利。讲起格斗 game， 康师傅你有冇玩过啲咩格斗 game？ 我有玩过格斗 game， 即系玩嗰啲咩街霸嗰啲咯。但系咧，我系玩得好废咯。即系点样讲咧？我系当初我系觉得啊，好得意，我真系想试。但系咧。你硬系唔知点解你挫啲人挫嗰啲年纪咧，硬系挫得唔够快咧，或者你系唔能够好顺畅咁连住落去啊，所以咧系会好易中间有啲罅隙俾人一夜反打咧，所以我觉得啊好难啊。喂，大佬，我嗰阵时玩格斗 game 系直情吓、啊，即系啲招点样出我都唔知道，系纯粹啲掣乱咁揿嘅啫，即系希望有啲咩事乱挫啊。系啊，乱挫，即系喺度扫啲仔，咪石石石石石石石咁样。但系嗰啲出嗰啲超 bit 咧，系要记嗰个点样挫噶。系冇错，即系挫一定要挫啱咗先可以出到嗰啲必杀技噶。嗯，唔止必杀技咯，普通技能都系要其实。因为咧，如果唔系你想出个下多劲，你会跳起咗啊！如果你出错嘅话，即系可能嗰招系上前 A 咁样样啦，跟住之后可能你会变咗向前跳。跟住之后你就会被人打了，所以其实点讲咧？正常呢以前我想我哋再大多四五年的后生仔到啦，佢哋应该系成日入机铺，净系玩街霸嗰啲咯。即系我听好多都系嘅，即系佢哋嗰阵可能冇啲咩车 game 啊，冇啲咩节拍 game 玩咧，就通常。入去都是玩啲街霸嗰啲嘢咧，就喺边度挫噶嘛，所以佢哋可能会熟啲咯。但系我哋到我哋呢代可能多 game 玩咗咧，我就未必会拣嗰啲嚟玩。机铺有啲咩游戏玩噶？我咁大个人都未去过。吓？系啊。你咁乖嘅？有几出奇啊！我唔觉得，我认真，我真系唔觉得机铺有啲咩好玩喎，真心。嗱，正常而家机铺咧就16岁先入得嘅。咁我阵15岁咧，就咧已经系偷偷地输入去玩。15岁算后生系咪？而家着校服嘅13岁入去啊？唔系，其实佢睇你够唔够大个咁嘅样咯。我识有啲13、14岁咧，好似中六咁嘅样。我原来我真系叔咁咧，唔系顶你啊！佢中六咁嘅样子，13岁成个孔子咁样走入去。我真系识有个一个 friend 吓，真系成个孔子噶嘛？唔系孔子咁样。你话真系吓死人咩？唔系我意思，佢系好似成个中六咁嘅款，所以佢入亲机铺咧都冇试过俾人 check 咯。嗯，即系佢系嗰阵即系13定14岁已经开始入机铺，冇人 check 过。我觉得真系好好嘢。佢入马会都冇俾人 check 噶。哦，咁犀利！咁你讲起咩？机铺有咩玩啊？系啊，机铺有咩玩？机铺而家就真系好多嘢玩啊！即系嗱，我对比起旧式嗰啲婆仔嗰啲机铺咧，嗱，我讲旧式嗰啲啦，旧式嗰啲通常得啲咩？赌啤啊，麻雀啊，系啊，通常嗰啲咪白色一嚿咧，嗰啲胶咧晒到就嚟烂嗰啲咁嘅嗰啲机铺咧，嗰啲机咧系。咁啊，通常有一两部街霸嗰啲啦，系之后赌钱嗰啲啦，嗯，之后又系咯，通常赌钱多啊，嗰啲机，咁嗰啲同赌场有咩分别啊？即系赌场我都知有啲，即系当然赌场有嗰啲赌台嗰啲唔计啦，都有啲机系，即系我唔知有啲赌场嘅老虎机，系啦，有啲电子版嘅老虎机啊嘛，老虎机。我看到不是老虎机啊，佢个荧幕系即好像打机咁样嘅，有条龙喺度嘅。你有冇见过？我最近去咗澳门啦，睇到嗰啲赌场咧，佢有啲机咧睇落去好似 PND 咁样样噶。
不过个差别就系玩真钱同玩代币咯。咁而家咧，而家嗰啲机铺咧就好多啲车 game 啦。你如果未你未入过，可能你都唔知嘅，即系坐喺度揸大盘嗰啲啦。咁其实都几多人消费喺车 game 嗰度嘅，我见。咁啊，仲有高达啦，哇！高达就系、是、坐喺张凳度，系 3D 嘅，哦，真系 3D 嘅，都好正。我见而家出到虽然就几贵，好似6蚊定7蚊铺，但系就即系正过你打 PlayStation 咯，嗰啲画面系，嗯。咁啊，仲有都系进化版嘅街霸嗰啲啦，之后仲有嗰啲跳舞机嗰啲噶嘛。跳舞机有啊有啊，仲有而家打鼓机啦，好兴打鼓机啦。而家系咪兴一隻系嗰、那个嗰、那个 mon 咧系圆形的？哦，系啊系、啊，我唔知道叫咩。跟住之后佢即系其实节即系节奏 game 嚟噶嘛，不过佢系、啊、你知道我讲咩？喺圆中心嗰个飞啲三角形喺侧边。点解我哋会知道呢？我哋冇玩呢嚿嘢嘅，因为我哋 Facebook 成日有 friend share 呢片。其实唔系成日，一嚟去即系可能你成日啦。不过我嚟嚟去去都嗰几条友咧，系咁喺度。拍自己话啊，唔知咩 S 级，哎呀，今日终于咩100%，非常之感动，跟住有个 emoji 喺度。唔系，其实咧，如果大家听我嚟呢度咧，你有玩咧，你唔好介意我咁讲。其实咧，冇人想知道。你唔好介意我咁讲，其实冇人想知道你玩到几劲。喂，又唔系咁讲嘅，唔系，我觉得咧，你 share 去一啲。相关的群组我觉得 OK 嘅，但系咧你 share 喺你知个窝度咧，我觉得即系一两条我觉得可以嘅，但系你一日到黑都系咁咧，我有啲难接受嘅 ，OK， 即系你唔好介意我太直接 ，OK， 你真系唔好介意我太直接，好似冇人赞好啊啲片不嬲都，即系。喂，我明白啊，我明白你好劲啊，但你俾我睇冇用噶嘛，我唔知道你劲嗰个程度系去到咩程度，你不如 share 喺啲相关群组嗰个啊，系咪先？唔系笑乜嘢啫？我知你讲嘢都几哦 ，OK， 你拍得住我，乜嘢都不嬲系咁噶嘛，真系正所谓呢啲系我哋自己嘅个人意见啊，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就系啊，即系你吹我哋唔吹，系你识条贴咧，真系啊，你识条贴咩？咁而家仲有多嗰啲打鼓机啦，初头系得嗰啲咩太鼓嗰啲啦，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咩叫太鼓。我梗系知啦，嗰阵时 NDS 都有只噶嘛。不过我谂机铺系真系有个鼓。系啊，冇错。我多通常初头见就太鼓多嘅。系。之后而家咧就引入咗好多嗰啲咩日本啊、英国唔知美国嗰啲咧嗰类型嘅鼓机啦，佢真系。爵士鼓有晒嗰啲叫咩？哎，我唔知嗰啲 snare 嗰啲嗰啲咯，摆晒摆齐晒位喺度俾你咁打咯。不过就好似10几蚊一铺咯。哦，仲有咧，而家出嗰啲机铺嗰啲机真系好，你估佢唔到啊！仲有近排我谂2年前到啦，出了一只新嘅，又系高达嚟嘅，不过唔系坐喺度玩嘅，系企喺度玩嘅。佢、oh. 直情有个仓咧，俾你企入去，我唔知入边个仓系咪就系类似高达嗰啲驾驶仓咁样嘅。哇，咁你直情入去，直情唔系坐喺度嘅咩？我唔知入到去坐定企啦，我见好似啲人企喺度嘅。入到去有啲掣俾你掹咁咧，去第一身咁控制啊。咁正？系啊，不过好似20蚊铺咯。哇，咁喂，如果20蚊铺系真系咁正嘅话，系咪都要试下？OK 嘅其实。哦，原来呢啲就系机铺入边有嘅嘢啊！咁其实，啊、哦咁，因为点样样咧？因为我乡下咧就不在香港噶啦，喺印尼嘅乡下。咁、我有阵时咧翻去乡下嗰阵咧，咁你知道香港有冒险乐园噶嘛？咁我嗰边乡下都有啲系类似冒险乐园咁嘅嘢嘅。咁不过，奇趣乐园咩啊？冒险都系叫乜乜乐园啊？我唔知佢叫咩名，我真系唔知佢叫咩名。不过类似嗰啲 friend 啦，咁佢入边咧，除咗有冒险乐园，其实冒险乐园真系冇嘢玩啊！老实讲，系咪先？即系除咗掉彩虹之外，咪就系射篮球咯。其实唔系嘅，我以前咧细个成日去冒险乐园，即系唔怕同大家讲。但系咧，我去咧，点解会怕俾大家讲啊？呢个冒险乐园？唔系，其实系点讲咧？而家啲人会觉得冒险乐园系好食钱噶嘛？
事实上是真的很吃钱的，100元一次真的很吃钱的。那啊，我那时候其实进去玩呢，就不是我玩一癫，是我妈玩一癫。那我妈究竟玩得有几癫呢？她是玩入面有一个叫龙卷风，你有没有玩过？哦，什么来的？龙卷风是推银机来的。哦，喂，屌正啊，大佬，我谂龙卷风咧系冒险乐园入边最最历史悠久，亦都可能系最受欢迎嘅一部机嚟嘅。即系我估应该系啦吓。其实嗰个都算系一种赌博嚟嘅，绝对系赌博啦，好唔好啊？喂，咁你入去都未必收得翻嘅，好乸过瘾喎！所以就系咪？我想知道你阿妈玩我几过瘾，会唔会讲粗口嗰啲啊？屌！会的，因为跌落去之后呢，我因为我阵好好细个嗰阵，而可能二三年级到啦，系咁，其实我不嬲都好矮嘅，咁我啱啱好拍到埋部机度，啱啱只眼就望喺个隔篱个玻璃窗度望入去，之后呢我就好中意，我同我妈讲话，唔系呢下入得噶啦，其实，因为佢嗰个推眼机会推下推下推下咁样噶嘛，你要啱位你先入落去咧，咁你先度嗰个角度撞埋去，先会撞到啲银落去噶嘛。我话入啦，佢话咪嘈啦，好正。佢有阵时咧玩到，喂冇晒，喂你同我抢多100蚊嚟，所以我都系好食钱咯，啊，呢嚿嘢其实系。大佬呢嚿嘢真系好过瘾啊！喂，讲翻头先我讲嘅嘢，因为同呢个都有关系嘅。咁，我乡下印尼嗰边嗰啲XX 乐园嗰啲 friend 咧，咁其实佢因为我谂印尼嗰边应该冇真系，可能有真正纯叫咩话机铺啊？机铺啦，不过佢嗰啲 XX 乐园都包埋机铺嗰啲嘢嘅，即系你可以入边可以揸车啊，入边可以射枪 game 啊，打鼓啊。而家其实都多咗好多嘅，即系嗰边系直情系合并噶，所以你会见到有一忽咧系有好多小学生喺度，另外一忽咧有好多啲 MK 人，即系印尼，即系我印尼都有啲，即系印尼唔系叫 MK 啦，不过都有嗰类嘅人喺度啦，着晒黑色衫裤咧，好长头发嗰啲咧。即系嗰啲 MK 同埋小朋友咧，同一个地方出现嘅，系好尴尬嘅成件事。咁之后咧，由于嗰度好杂啦，即系所以你都谂到好杂噶啦，系杂到系，即系我杂嘅意思唔系全部都系衰人啊，系小朋友又有，乜都有啊，系即系乜人都有。所以咧，衍生咗啲咩咧？衍生咧就系会出啲好搞笑嘅场面咧，就系啲小朋友咧会玩嗰啲 MK 佬嗰啲 game 嘅 ，MK 佬咧玩 MK 佬 MK。唉，你明白我讲咩啦 ？OK，MK people，MK 仔，因为有 MK 女噶嘛，系咪先 ？MK 老，老都 MK 得到嘅咩？啊，可以噶，有啲 MK 到咧，我唔知啊，我唔知道自己讲啲咩。咁之后咧？系啦，咁之后出现个情景就系会你知冒险乐园咧，有阵时比较大间啲嗰啲咧，咪可以坐嗰啲。火车仔咁样噶嘛，喺个冒险乐园入边嗰度，咁咧嗰度都有噶嘛。你会见到咧头嗰几排咧系啲小朋友喺度叫啊，跟住后边嗰啲 MK 仔喺度自拍。黐线嘅 MK 仔坐，可能佢有眼好样衰喎。唔系啊，佢哋系好即系印尼嗰边啲 MK 系唔似香港嗰啲啊，香港嗰啲系好忧郁、好 sad、好忧郁嘅原来。唔系喎，嗰啲应该系外国喎。好忧郁嘅原来。我第一次听到咁样形容，唔系因为外国有一只 MK 咧叫做 emo 啊嘛，你知唔知啊？呢个 terms emo， 我冇咁系嗰啲外国有啲系啲头发好长咁样样咧，跟住搽晒 eye shadow 嗰啲咧，嗰啲叫 emo。嗰啲通常打 band 多啲，哦，嗰啲都系 band 嘅一种嚟嘅。不过emo 啊，你而家试下上 Google search 下 emo。咁你就会见到啊，通常嗰啲都好悲伤啊，成日都话人生好短暂，成日喺度戒手嗰啲人嚟嘅 emo。咁印尼嗰啲咧系emo 嗰只造型咧，不过系香港嘅小学鸡态度。哇，好核突！你系咪睇到啊？已经睇紧系啦，即系呢只 style， 你想象下系呢只 style 啲女好正咯，啲仔啲女好屌。啲女好正咯，不过啲仔唔得咯，即系呢个 style 咧系啱女多啲，即系可以咁讲啊。咁系啦，咁有关有关你部机咩事咧？即系嗰部机叫咩名字？话龙卷风啊？
啊，咁因为龙卷风系全球都有噶嘛，应该呢个呢部机系咪？真系噶，印尼嗰边都有嘅。我唔知道啊。咁点解我会突然之间尝试去接触嗰班？因为我见到好多人围住啦，大人细路又围住啦。咁于是我走过去夹下，跟住之后我上咗瘾啦，我就系咁喺度入钱落去啊。但系印尼嗰几个位嘅啫咩？系啊，有好多部机噶，好大的。哦。他哋那边由于很杂的关系，所以成日都被人偷嗰啲嘢。我之前试过，即系跳舞机嗰度有人跳得好劲啦，于是我装去睇睇啦，跟住之后我台面嗰啲银咧就被人攞晒。哇！装一装就冇晒。系啊，好得人惊，真系好得人惊。真好多人惊我咁样。Anyway 啦，我谂咧，嗱，我尝试今集讲少啲嘢，不过似乎我都系讲咗好多嘢，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因为我好介意，留言话俾佢知你介唔介意。如果我讲咁多嘢，如果大家介意嘅话咧，我可以铲晒我啲声，净系听到康师傅啦。下一集 ，OK， 好啦，咁啊，康师傅啱啱喺 Skype 嗰度提我话差唔多要睇，因为我而家准备过度去留言。好狗啊！唔系，多谢你提点啦。OK， 好啦，我哋系时候睇留言啦。咁。咁上一集嘅留言呢，其实我哋 6.5 集嗰陣已经答咗啦，咁所以而家呢就我哋要重新答多次啲嘢，所以其实好搞笑嘅成事。好，上一集喺我度㗎嘛，係咪嗯。OK， 好啦，咁等我睇返我哋上一集啲咩问题先。咁返去图片先。好搞啊。有咩咁搞笑？唔係冇嘢。啊，系 ，by the way， 我谂今集咧应该我哋会即系，由于我哋上一集冇出啦，所以我谂今集都会长啲，即系道歉啊，当系一个致歉嚟嘅。OK， 好啦，咁咧上一集咧我哋有咩问题咧？上一集咧 James Moore 咧就问你哋记性差唔差啊？系，等先，上一集咧我亦都有问过大家个中学厕所系会唔会爆门嘅？咁咧，全部人都系话冇爆嘅，一字冇爆啊！系啦，系一字冇爆，咁应该系咧我个学校嘅问题啦。即系我要写信俾学校啊，点解我哋学校啲厕所门全部都系咁样样？到底系个学校，即系可能佢哋有人爆，不过转个头即刻整翻啦。即系到底系我哋学校唔肯整翻啲厕所门啦，定系我哋学校啲学生由佢爆？即系我唔知啊，因为冇人爆嗰啲职员厕所门噶嘛，所以可能佢哋唔理。反正整翻都俾人再打，系喎。OK， anyway 啦，咁啊 ，James Moore 咧就问我哋记性差唔差？咁我记性都一般般啦，应该要记得嘅嘢咧就成日都唔记得嘅。例如啲咩咧？例如阿妈叫我做嘅嘢咧就会唔记得噶啦，通常除非写低啦吓。呢个亦都系康师傅嘅答案嚟噶嘛？系啊，系嘛？因为我记得噶。咁康师傅，你记性差唔差？都系睇下记啲咩咯。如果阿妈叫就系差啲咯，但好奇怪，老豆叫就好记得噶，唔知点解。系咪有威严啊？老豆即系唔关事嘅，老豆冇乜威严嘅。我老豆讲嘢咧同我差唔多嘅。OK， 即系好威严啊！康师傅讲嘢好威严。喂。好有权威性，有啲咁嘅事冇啦，系嘛？即系点讲咧？我老豆讲嘢咧，佢系任何时候咧都想搞个 get， 但系次次都搞啲烂 get 出嚟嘅咯。但系佢讲完得佢自己笑咯。OK， 咦？咁似你嘅，得你一个人笑先。即系佢讲嘢就唔系话唔系我威严嘅，冇乜嘢嘅。但系我就唔知点解好记得佢讲啲嘢嘅。但阿妈讲啲嘢就硬系好似咧。即刻唔记得咗咁样，好似好衰啊嘛！可能我都唔想噶，真系唔知。OK， 好啦，咁第二条问题咧，就系陈俊辉咧就问康师傅而家个 studio 点系咪接咗？系接咗嘅，我而家搬翻屋企，搬翻屋企拍片。冇嘢要补充啊？咁下一条系冇啊，接咗啊嘛，系咪接咗啊？接咗咯。下一条问题系由悟空问嘅阿 Gary Chuck。咁佢就问咧，佢就话请讲出自己嘅五个优点同埋五个缺点啦。咁我记得我上一集咧就话，我缺点咧就系成日乱讲嘢就好易得罪人啦。咁所以康师傅即系多谢你忍咗我咁耐啊！我成日讲啲嘢都好似好撩交打。
不过啊，系冇即系唔系真系想串你，即系冇攻击性嘅。不过冇，我唔觉得你有串过我。哦 ，OK， 好啦，咁下集开始我系咁串。即系证明咧，你嗰啲程度咧系唔算系一个程度咯。OK， 好，最好系咁啦，因为我惊我得罪人啊，我讲嘢，我之前试过啊。即系最弊咧，就系唔系专登得罪人嗰啲咧，啊，系冇心噶嘛，系啊，呢啲真系最冇心嗰啲，你又唔知噶嘛，好无谓嘅一件事。咁啊，不过我哋讲三个缺点，三个优点啦，好冇？因为时间关系啊。咁啊，缺点一就系成日讲人，即系唔系成日讲人坏话，即系成日都唔小心得罪人啦。其次就系我成日都唔识收声啦，大家可以听得出嘅应该。第三咧就系我中文说话非常之差，成日都。即系组织得非常之差，不过今集好似有进步，我觉得今集有进步嘅。我觉得即系你比起第一集嘅时候，你系讲得顺咗好多嘅。大家咁话啦，讲得多就顺嘅。咁优点方面咧就，会有交代啦，即系系呢样我都好讲。即系可能好耐，即系好耐冇出片，我都会出翻套 update 话俾大家知发生咩事嗰啲啦。咁同埋好我真系唔知道我咩优点啊。OK， 做咩啊？我谂起啱啱个铺片，其实冇人想知道，系啊，其实冇人想知道。好啦，咁我讲一个优点算啦，你咧康师傅，我唔知好搞。其实冇人想知，其实冇人想知，劲狗啦！唔系啊，阿 Gary Chuck 想知啊。OK。点讲咧？我想讲，我讲优点先，缺点先啊。缺点啊，缺点咧就啊，好啦，冇出片。啊，咁啊系咯，成日唔出片啦。咁啊，仲有第二个啦。阿 Michael 应该 feel 得到啦。其实我做嘢咧系好慢嘅。哇，真系～不要再说了。是啊，我做嘢是非常之慢的，但是就不代表我不认真。 OK， 我做只要一做起上来呢，我是要求很高的，但我是做得很慢的。哇，这个我真的非常之同意，真心的。即我每次跟康师傅谈有些什么话想一起拍，有些什么 idea， 康师傅都好，即一定要做得最好的。不过就在我拖但我做嘢做得很慢的。OK， 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为什么我的片出得这么慢呢，其实等于没出呢是有原因的。 OK， 有原因的。 OK， 等于没出。 有原因的。 那啊，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经常忘记阿妈说的东西。是的，经常忘记阿妈说的东西，这些是真的衰仔来的。那okay。 优点啊，优点就是做事非常之有要求。头先你讲咗，其实我对自己有兴趣嘅嘢，我会好有要求啦。如果冇咩兴趣，我冇个要求。系啊，冇兴趣嘅嘢我冇要求，有兴趣嘅话我就好有要求咯。系 ，OK， 好。咁下一条问题咧就系、是我哋讲快少少啊，因为OK， 即系话今集长啲啊，不过OK， 我唔想一个钟啊。好，咁下一条问题咧就系、是、Chuck OK， 去翻 OK，sorry。許卓峰，許卓峰系咪咧？許卓峰佢就问问我嘅，你中唔中意玩我中唔中意玩数码暴龙嘅 game？ 咁长话短说啦，我冇咩特别话中唔中意嘅，原因就系咧大家唔好打我啊！我童年咧就即系冇睇过数码暴龙嘅，因为我细细个已经成日补习咁样样啦。其实咧我都冇睇过，系嘛？咁播数码暴龙嘅时候，通常都系放学。I C U 嗰段时间，通常我就喺补习社，我冇得睇。好惨啊！之后我又冇追翻，还我童年。咁所以咧，我就冇咩特别话中唔中意玩数码暴龙啲 game 嘅。咁不过我 feel 到数码暴龙系即系好正嘅嘢嚟嘅。咁我相信，即系如果我要玩嘅话咧，我都会觉得好玩嘅。不过唔系因为童年嘅原因所以好玩咯，可能系只 game 本身好玩而好玩。哇，我讲得非常之好呢、這个，非常之好啊！下一条问题是由 Scott 二一二三二五二七讲嘅，唔系你唔使读得咁详细。OK， 咁唔理啦。咁佢嘅 comment 咧就系、是、为咗充斥下场面咧，都 comment 下啦。希望你之后啲 Pokemon 都叫康师傅一起玩啦，加埋 Michael， 可唔可以玩 Dragon Ball Dokken Battle 咧？
点都要玩一下啲货金 game 嘅。咁首先第一 part 咧就系、希望你之后啲 Pokemon game 都叫康师傅一齐玩咧。就我知道我同康师傅而家，康师傅我唔知佢仲有冇拍啦。咁不过我而家就拍紧 Pokemon 嘅。你停咗啊，大佬！嗱，你叫话唔好串啊嘛，串下你。咁即系我哋两个都有出开 Pokemon 嘅，咁所以佢问我哋可唔可以一齐玩，咁可以嘅。如果我哋揾到合适嘅吓 two play version， 系啊 two play version 嘅 Pokemon game， 我哋系当然即系如果我哋两个有兴趣又中意玩，当然冇问题啦。合作嘅话，不过都系要揾下有冇先。嗯，其次就系问我可唔可以玩嗰只龙珠嘅货金 game 咧？我可以同你讲，嗱，我本身自己就麻麻地手机 game 嘅，即系唔单止货金 game， 系手机 game in general 都麻麻地中意嘅。点解咧？嗱，我知道我想讲快啲，不过基本上就系手机 game 成日都要求啲人货金啦，即系唔系要求，即系暗示叫啲人货金啦，系咪？明示咯，其实系系嘛？咁就搞到而家啲 PC game 咧都有呢、這个。叫做 micro transaction 嘅，即系货金环节喺呢度啦，即系影响到成个游戏市场都变到好货金啊，所以我麻麻地中意呢啲游戏嘅。咁不过当然如果好玩嘅，我亦都会尝试下玩啦。嗯 ，OK， 好啦，咁之后咧，有 Louis LCN 咧，佢就 comment 话：我学校个厕所冇爆过，可能我谂得太多。OK， 咁啊，系啦，咩料啊？间学校咁最尾咧，谂得太多。最尾咧，Justin Bieber 就 comment 咧呢、這个 Terry Teddy Bear， Justin Bieber 咧，佢就话，即系佢个 icon 系 Justin Bieber， 咁佢就话厕所冇爆过，咁 Q&A 就叫我哋讲笑话，咁原先其实我哋打算今集讲笑话嘅，咁不过我谂咧今集时间都比较长啦，所以咧我谂咧讲笑话系 OK 嘅，不过我哋会留待下一集讲啦，系啦，哇一口气咧爆晒所有嘢，听唔听到啊？冇听到，好似系啦，咁啊嚟到最后咧，其实就近排同阿 Michael 咧都倾咗少少嘢，就系、关于我哋嘅节目留言嗰方面啦。其实我哋都希望观众咧，其实留言就系问一啲关于我哋两个嘅嘢啦，即系话要关于一个节目入边嘅嘢啦，就即系唔希望系净系关于我哋本身我哋嘅个人嘅 channel 嘅乜嘢啦。即系例如几时出片啊？呢啲就可面则面啦。OK， 尽量问翻一啲关于我哋节目嘅问题就比较好啦。系啦，冇错。咁原因都系原因，因为我哋系想呢个识条铁系你当佢系一个独立嘅节目，同我哋两个个人嘅 channel 系冇直接嘅关系嘅。咁所以即系大家用呢个谂法去谂咧，咁大家就会明白我哋个即系个出发点喺边度啊。系啦，冇错。系啦，冇错。OK， 好啦，咁今集咧都差唔多接近一个钟长，系啦系啦。咁唔紧要啦，我哋当系一个道歉，亦都当系一个实验啦，即系睇下大家觉得，如果真系好似今集咁样咁长，大家其实介唔介意咧？会唔会想短啲定系点样样咧？咁另外一方面呢、這个都系一个自歉嚟嘅，咁补翻6:5嗰半个钟啦。好啦，咁多谢大家收睇今集嘅识条铁啦，咁大家记住多多 comment 啦。咁如果未订阅 Michael 嘅，记住订阅 Michael 啦。系啦，未订阅康师傅就唔好订阅佢啦。系啦，继续啦。OK， 讲下笑啫。咁两个都唔好订阅，应该系啦系啦。好啦，我哋下次再见。好，拜拜。拜。